大家好，我是小飞。今天我老公一个人出门潇洒，跟朋友下馆子去了，剩我们娘仨。但我们伙食也不能差了。今天带老妈还有米宝出门，一出门就想吃自助餐。但是咱今天吃一个不一样的自助餐，全素宴，大家吃过吗？走着，我们到了自助健康舒食会，素食更新，人还不少嘞。哇，付钱还要排队呢，太忙了，没有餐位了。再扣一个，好。这个速更太忙了，我跟我老妈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才进来。25块钱一位，还挺划算的，不限时。不过这里都是素菜，吃多少盛多少，不够可以再加。每吃剩每一两，请乐捐2元，以此类推。第一次来这个速更吃饭，不过我发现，吃完饭这个餐盘要自己收。啊？哇，水饺。那就照顾水饺嘞。这是放上那个蔬菜汁儿了。这里这一点肉没有吗？我没去看，没有肉，全素的。你们吃点素的，清清肠胃。还有麻花。看这个甜玉米，里边有青豆、枸杞、胡萝卜，还有这个葡萄干，特别甜，是我喜欢的口味。25块钱这不算贵，你在外边吃个饭，最起码也得20-30块钱啊。再说它这个菜品种这么多，韭菜、鸡蛋、木耳的，还有水果沙拉。米宝在里边 ，Hello，Hello， 哎，还打招呼了，米宝。这小花卷太迷你了。妈妈吃辣的，吃肉好了。这个酥羹也是自助餐，相比那种自助烤肉啊、海鲜自助呀，虽然没有大鱼大虾的，但吃着也特别舒服。那个还限时2小时，这个是不限时，尽情吃。怎么样，老妈？嗨，大家好。怪你，天天带着我来。终于找到这个速更爆满的原因了，价格实惠，价格亲民，无限吃，吃着舒服，菜的品类还多。妈，是不是这里吃着没有那种糖醋感？慢慢吃。这还没吃呢。抢了一个这个面筋，面筋少人多。呀，这好香啊！顾客，周家明一份精美的伴手礼，欢迎你。
谁放我们小车上的呀？该送回去啊，这肯定人家买的吧。下午好，欢迎光临。